等老了没有牙了，就呲溜呲溜吃肘子皮。这个猪蹄为什么呀？啊，这个猪蹄要网着是吧？因为要性感。你看这小网袜套上之后，是不是贼性感？我天妈！对。哎，这人穿上这网袜性感，猪蹄穿上网袜也性感啊。我羊了羊过关了嘛？就过什么关？啊，这辈子过不了，我估计。其实猪蹄穿上网袜的原因在哪儿？你知道吗？就让你给你一个让你去撕它的感觉。嗯，非常的过瘾。对，是吧？非常的过瘾，就像所有的丝袜都一样，都不结实。为啥？就为了让人撕的。咦，老天爷，你说哪话？这个主题的你不吃都不行。不好意思，来干不了。猪蹄是蒸是煮的，是炖的，高压锅炖的，有点烫啊，老铁们，先凉一凉啊，冒热气呢。来个大骨头，大骨头，掰一下就歇一下，太烫了。哎呀，你想。炖了多长时间呀？高压锅压了多长时间了？高压锅压了1个小时吧。你看，老铁们就是知道我周六不直播，人气都到不了3万了都。因为都知道我休息，那9000人知道我休息，没来都指定玩起来优惠去了，约会去了。哎呀，真的！好，又走一圈。卖货吧，等会儿再卖货，老铁啊。今天休息，明天休息，老铁。因为本身是周六休息，然后的话。因为这个周日的话，那个918，你知道吧？有事儿，别在那强调什么吗？那我不说清楚，人家以为啥事呢？又搁这。禁止娱乐，知道吧？明天禁止娱乐，咱就不直播了。所以说今天播明天休息啊。来个肘子，不是肘子去了，猪蹄儿冷凉了。这猪蹄儿你看没，这是一整个猪蹄儿啊，咱这猪蹄儿有点小啊，然后那把里面的骨头全部扒干净了啊。非常的丝滑，非常之丝滑。等我老的时候，我的孩子跟我说，别啃猪蹄了，你都牙都没了。我说不需要，我都不用牙，我直接都喝了。你给我们拿个皮靴，有点热。拿个皮筋儿，有皮筋吗？有点热，扎一下头发。拿杯水，弟弟。有吗？有皮筋吗？今天没有牛油果了呀。这一站吧，我找皮筋儿就发现一个好东西。啥好东西啊？一会儿突然进来黑你，你的证明相。啥？你的证明相，好好看。我的。行，我没整容之前的照片呗，就是。哦。哎呀，一天天可让你发现了啊。
证件照那肯定是不一样，那有点丑是正常的，好吗？好吗？不丑，好可爱。这个是啥呀？这个叫芭乐。山都能吃空，我有吃空山的一个能力，但我也有造出一座山的能力，非常牛逼。嗯，三十六，八热。不好吃。嗯，今天啥也没有，因为明天要休息，也没买水果。哎呀，软软的好吃，对，软的芭乐好吃。这个还没成熟，还没熟太好，嗯，有点硬。又带新戒指啊，得9.9。哎，就是9.9吧。是吧，别19.9的，然后我说个9.9可拉倒吧。来个萝卜吃，萝卜没有了，老天咋了？就是9.9的。嗯，今天没羊头羊汁吗？没有，因为明天要休息，所以说我们把剩昨天剩的肉哎吃一吃，别再剩到周一了。嗯，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如果买了羊鸡和羊头的话，昨天剩的肉哎什么时候吃呢？没有时间吃的。嗯，今天就混弄混弄。嗯，衣服没有链接。嗯，今天没休息，明天休。嗯，太吃了，嗯呐。再上点肉来。吃的太可怕了呀，我慢点吃好吧。吃的啥呀？大骨头没了，吃完了。师傅，你慢点吃，肉不多。你吃完了，我们没死了。我拿点水吧。好嘞。